嘉安乡公所周六举办客语社区营造公博信仰溯源与办理活动，带领大小朋友们来到永兴育苗场，透过歌道、打鼓还有扎稻草，让大家来体验昔日客家聚落以及农业社会淳朴又温暖的传统文化。天气很热，但不少民众依然头戴斗笠，做了全副防晒装备，准备下田体验过去客家农村的农务生活。这难得的机会，这样子，嘿、啊，就是带小朋友一起过来体验这个活动，这样。这个等一下呢，小朋友要蛮难的，也很辛苦，这样。难得的机会可以体验这样。夏天你怕不怕？然后那个斗笠是不是可以先拿起来？你觉得你有没有可能完成呢？对啊，有可能，有信心，真的。哎，对，带小孩体验。对对对对。你们从来没有不忙过。哎，应该是说我太太家也是做农的，但是我没有实际去割过稻米。对对对对。所以今天想试一下。对对对对，没错。听他解说，我觉得很有点难。哎，就试试看嘛。试试看。哎，听说这个很夯。哦，真的哦，很夯哦，是哦。啊，他刚刚讲的那个要下去割稻子什么的，你有很高兴吗？很兴奋吗？嗯，比较紧张。紧张哦，你觉得你可以做得好吗？不知道哎、欸。不知道。我没有下田过。真的哦。你有信心吗？嗯，有啊。有信心，好厉害。怕不怕累？怕。你想不想下田去玩？想。想哦。啊，你觉得你有办法做到吗？不知道。这是嘉安乡公所透过客委会计划补助所举办的客语社区营造博公信仰溯源活动。嘉安乡客庄文艺复兴活动，从我们的客语学习到博公行礼，认识了我们的博公文化。今天来到了稻田田间，割稻子收割的感情，体验农夫的一个农作，在过去客庄里面大家携手共进，一起割稻，一起来分享收割的快乐，中间的情根，中间的流汗，中间的一个过程，都因为收割而带来丰实的快乐跟幸福的满满。今天看到田间小朋友、大朋友以及我们所有的长辈们一起来共同体验农庄里面过去的温馨跟感情，我们相信这是一个文化历史的传承，更是一个我们要紧紧的脉络，也是我们在现代这个资讯时代里面不可以忘记的一个我们在农村里面的刻苦耐劳。所以我们一起来享受田野的美好，吉安客庄的温情。乡公所遵循古礼，安排在割禾之前要虔诚祭祀，祈求田头水尾好兄弟保护，顺遂平安。接着就带领大家下田，手拿镰刀割稻，并且体验古早时期的打谷机传统农务工作，然后还有炸禾杆的趣味比赛，最后还端出了客家传统的割稻饭，大家一起来品尝。透过一连串传统经典实作体验，带领大家一起回到过去那一段珍贵的岁月。记者会嘉安乡报道。